好，我是八点档颜值担当陈千文。互相介绍，是嘴软的吗？我都年纪这么大，我是大女人哦。对，不错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八点档只会演戏，我们也会猜歌，也会猜歌，我们也会唱。要确定哦，歌也听得多。有确定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有一个很会唱。很哎，来哎，今天刚好明琼老师在，请他教我们一下高音怎么上去。怎么冲高曲？高音，高音啊！对对，带我音。哎，其实高音是用丹田，丹田，丹田在哪里？丹田大家在这里，三根手指头下面，手指这个地方，对，肚脐眼下面三根，对对对，肚脐眼，横的啦，横的啦，没有啊，横的啦，没有了，横的没有没有，那个是直的，横的啦，不是纵的啦，直的你就是 Michael 喽，哎，帮忙洗。哎，高音上去了，对。死死了都要爱，哎，老师麻烦一下，死了都要爱，哎，有哎，漂亮，超屌，来麻烦再半音，阿明老师，好可怕，死了都要爱，哎，有哎。而且他不是用假音呢，我想挑战，真的真的，来来，我挑战，来亲戚弟，好好来，半音班，自告奋勇，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。OK， 哎，他唱的比你好，来哦，人家是演员，你也是也要挑战，小张宇，他声音很高，他声音很高，谁？好，学府学府挑战，推来推去，好，半音，死了，怎么了？张老师，张老师加油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死了，阿贝啊，没办法，你的 key 不对。人只要愿意认真，这就不错了，好吧？让您看高音界的极致，好吧？强哦哦，哎呦，强中之强，一个 key 来了，死了都要爱，不离尽致不痛快。你好，我在是沧桑的唱法哦，很好很好。陈千文来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你的名字好，我想听你的。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。恭喜今天呢，冠军就是陈千文。谢谢大家，谢。好，再挑战自己，现在你已经第一名了。好，再半音。好，半音来，阿明老师。很帅，有帅。OK OK， 对，而且手一他已经进入到假音的那个位置，对，真假音快要那个了。对了，对啊，因为他们说唱 rocker， 其实就是小嗓，小嗓长在这里，就他真假音转换的地方。这样，哎呦哎呦，你看有没有？那个是有什么？怎么你是不爽的？来，阿米老师给一个半音，来，再来，明雄，哇，还要再是。尖叫鸡快出来了！尖叫鸡要来了，这个是紧绷的。你竟然唱出娃娃音！我刚以为是蔡龟姐来了呢。Oh no！ 惊心中犯罪的对象，其实很平朗，两人碰度不如解放。哦哦哦！想歌，给答案了，天衣无缝。天衣无缝哦，六姐来，天衣无缝，两个不中错了，千奇百怪，千变万化，天衣无缝，不输了在其中。毕业，哦，神经病，潇洒不？潇洒不？哎哎哎！
很喜欢这首歌。看得出来，以心一腿，以心一笔。你太喜欢，你太喜欢。看得出来，重音要常出来跟我们玩一玩啊！可怕，可怕！不要都是年轻人，吓到了。熟女就穿的不要当个腐女啊！不要这样子，吓死！现在拿几杆？他喜欢打高尔夫球。对，我玩的不一样。会哦。你玩的是什么？你玩的不一样啊！对，我玩的不一样。一根长长的，跟两对可爱的小球球，而且还可以一直要努力的找那个洞。对。熟女无极限。